frustrating to me. I'm leaving today. I want to be a part of it. New York, New York. These vagabonds are longing to stray right through the very heart of it.其实如果有收看我们的上一次的校园歌喉战的话，就知道我们的 Titan 是简潮伦哈。潮伦呢，打进了我们最后上一届校园歌喉战的十强嘛、嗯，而且现在已经有机会做歌舞剧的表演了，对，然后演舞台剧，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已经慢慢迈向明星的路上。小波老师，我要亮灯。你哪不要亮灯？因为我刚刚一直时空交错回不来了，因为我觉得没有到。如果说纯这种比较有点歌舞剧场的这种表演方式的话，那个劲爆点在哪里？嗯，比如说最后一个就是说抬腿以后，对不对？然后把一个人这样旋转甩滑出去，也许，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这种歌舞编排方式，除了歌声动人之外，但视觉上顾到的全面性也是要做完全。因为像这种的，如果刚刚呈现，只能变比较制式的表演。嗯，好，除了小波老师之外呢，娇娇。哎，其实我差一点也要按了耶，但是后来我发现那是他的笑点，我就把它保留下来了。其实呢，就小波老师说他的表演比较一贯性，但是我从当中有看到几个很幽默的地方。嗯，比如说第一个，您把你的手先拿开一下，这个所谓的护腰呢，是护着裤头跟衬衫的接缝处，但您整个已经跑到肚脐处了，很幽默 ，OK 的。还有中段的时候，男舞者要把你举起来，凭良心说他们的表情很吃力。
我觉得这个环节是你安排的吗？还是他们设计的？安排你安排的、啊，算你狠了，这不错。第三个是我看到我们乐队的专业性，我们乐队可以奏秀场的音乐，也可以奏百老汇，还不快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有费玉清的风范。因为当他在唱歌的时候，他完全融入那个歌词的剧情里面。当他唱的 New York New York 的时候，他眼睛看了右上方45度角，仿佛他真的看到纽约矿流贵的经典。 I want to be a part of it, New York New York。 而且有几度还不是只有一次，他每次都他好像真的就像小哥一样，就好像真的看到了什么幽灵一样。小哥啊，有一些东西可以学，有些东西不能学，因为他长期的看上方，导致第一排的观众都看不到他的眼睛。你不能乱学，所以我这矛盾了一下，我决定还是给他2500了。了解。好，那舒俊，检查人中你上一次碰到他，现在你觉得怎么样？其实我也是差点要亮灯的了。要亮灯是因为第一个，我先肯定他这个表演真的是非常难哦，远超过我们欣赏者所了解的困难。是哦，他所有的动作，他的演唱啊、哦，配合音乐，那我觉得检超人在演这部分进步非常非常大。他其实每一个这个眼神啊，那个嘴型啊，都做得非常到位。但是我倒是觉得检超人这个老师要提醒你，你声音开始有一点点问题耶。我觉得你好像本来可以唱得更高更圆润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听起来有点。最近演出伤到嗓子吗？对，连续演一个月。哎，所以其实我差一点想亮灯，是因为我期待的是你其实可以唱得更好，在唱的这部分，哦 ，key 可能还可以更高，然后整个那个转音的那个优美跟那个张力应该可以掌握得更好，这是我对你的了解。但是我也了解说这个表演本身难度这么高，我觉得那么多的同学里面真的少，是很少人可以做这样的表演，所以这一点还是要给予肯定。这也是我们这个第一届校园歌喉战这个培养出的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同学。对啊，我觉得我们要大力的来鼓励他。很棒啊。有一个方式。好，那小松老师，从他一出门表演到现在，我丝毫都没有怀疑哦。我觉得他看到以这样的年纪，23岁是非常年轻的。那他让我看到是过去一年到今天，他有从一种业余式的转变变成一种专业性的一种态度跟表演。今天他演唱功力虽然说在嗓音上有点受损，但实际上他的稳定度已经远超过我犹如印象当中最早第一首在棚内的掌声响起。那时候掌声响起，唱的跟现在完全就是两回事。今天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表演过后，他更多的掌声会响起。谢谢，太好了，好，恭喜我们的 Titan， 谢谢。